好大的建筑物啊，在崖壁上。 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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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服！姐姐，还有那个止疼的针剂，能不能给我师傅来一针呢？药和针剂都没有了。有点呀，你忘了呢？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做到。 你放心吧，只要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会想办法帮朵玲在法国找到她的亲生父亲。哪有大夫？法国，哪有不法国？哪有不遭头脑？哪有挨顿脑？你都一个哟。 那我鸟一个，别妄想了。每刚走刚一刚哟。赢了。 爹哥好了吗？爹哥没事，爹哥进来。爹，希望你来切掉。 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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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服。
大夫，大夫！老公。节哀吧。对了，明珠，您见到师皇，就是。但明一旦要是故去的话，他们是怎么一个安葬的方法？他们一天到晚在海上讨生活，是不是得水葬啊？哎，不不不，你们不懂。大明一生都面对葬身渔夫的凶险，得善终也不多。如果能得到喘息了，他们还是希望能入土为安。入土？可是咱这附近全是水，到哪弄土去啊？那你想怎么样？我们逃不逃不去都成问题啊！难道要背他的尸体走吗？哎，对呀、啊，背出去。哎，正好明叔，你祖上不是背尸了吗？那你先受受累，你把他给背一出去。我是背尸，不是背尸的。我挂六十圈，你叫我背尸、嗯。老胡，这事你怎么看、啊？葬者成生气也，气成风则散，借水而止。风水形势有高有低，这龙脉上生气最足，可保尸身不腐。从峨眉山沿江入海的龙气都汇聚于此，这是个风水宝地。对呀、啊，这边就是邪，风从那边来的时候它是热的，这边来的它就是冷的。这左边上的热风是崖壁上热能造成的，右边的冷风应该就是龟墟里海水所产生的寒气。这个地方阴阳交互，造物神奇，生气不泄，浩浩不已，是风水师们梦寐以求的神仙穴。我建议就把阮黑葬在这个地方。老黄，你说蚌壳都这么大个个儿，有哪个能装人啊？没那么大个儿的呀。哎，海上就你要扔回去那个，那大蚌壳，那装人多合适啊！哎呀，这让你给扔回去，你说留着多好啊！明叔，你说是不是？不听老人言，去官家眼前，活该，白瞎了就是。不是，有本事你们自己给取回来啊！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再好好找找，再好好找找啊，明叔。啊！哟，这块空，金属声。搭把手，来快！来。上来，我扶着。来，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小心！这什么呀？这是？哇，这东西很大。这是干什么用的呀？这好像是个大青螺。甭管什么螺，咱先开开再说。哎，小心点啊！
拿蜡烛去。好，对对对。得了，老胡，这蜡烛点着了，咱搁哪儿啊？哪边是南？要不这样吧，反正咱们也是替阮黑找棺椁，让他最亲的人给举着。得嘞，我找一大方摔盆的。哎，古才兄弟，啊，老贾，您拿着这蜡烛，你盯住这火苗。哦，火苗是灭了，你一定喊我们一嗓子。好，生死攸关啊！啊，一定要盯住了啊！盯住了啊！来吧。小心点啊！什么呀？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看着像是一张皮。这里面放皮干嘛呀？这个。来，没机关，先给清出来吧。啊，来，搭把手，小心点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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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哎哎，老胡，你看，这还有两把青铜剑呢。嘿，胖爷，你捞着了啊？这回是啊啊！不是，什么情况？这不年不节的，你拜我们仨干嘛呀？别乱说，万没口信。大门九桌留下来的神物啊，什么玩意儿？帮什么？肥仔，阁行与阁下，你们是不知道，其实大门彩蛋也有他们的规矩的。他说，棒妹，什么妹？谁的妹啊？是谁妹妹？哎呀，别闹了，鬼妹的妹。哦，明叔的意思是说，这玩意儿是以前大民的祖先，下海彩蛋用的。是啊，那这是潜水佛？啊，不是啊，对大民来说。这个半辈啊，可是他们从小只听过没有见过的神物啊。哎，这可谓是啊非常顶级的珠梅啊。我曾经在一些古老的神庙里头见过他的记载，还有他的图片。什么叫珠梅啊？啊，在古时候啊，那千年老蚌因为蚌壳太大又藏在深海里头，那些珠啊是很难取到，所以龙户入海必备珠梅。哎，明叔，您这上哪儿去啊？是啊，这聊着聊着怎么给抱走了？胖子，哎，我看明叔演得这么卖力气，这物件应该是个好东西。嗯，得嘞，顺磊，您帮我拿一下。嗯，您刚才说哪儿了？您再说一遍啊！这老小子，我是一些龙户入海必备珠梅，才能引出那些老罗、巨蟒、还有啊，这些非常危险的、啊，一不小心就被鳄鱼吞掉了。我觉得你是要把它给吞掉了。您说，就这么大个地儿，你说您能走哪儿去？哎，明叔，这恨天顾的宝贝，你想一个人私吞啊？你想的也太美了吧！哎，明叔，你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呀？听说是用一些驴脊，用残酷的刑法化它的全身的骨肉，然后将它的皮肉用特别的方法
去做成标本。啊，这么残忍啊。不过那些传统方法已经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传说而已吧。哎，这海中之海啊，水中的龙火，还有这奇奇怪怪的棒妹，这恨天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哎，别想那么多了，先把阮黑给葬了吧。啊，葬了。胖子，哎，弄桶水来吧。好嘞，把这儿洗洗。这是什么？这是丁耳。丁耳，我曾经见过目前出土的最大的司母墓方鼎，那个的顶耳都不及这个一半的大。你说这顶的耳朵这么大个，那顶得多大个啊？啊，这里用多少青铜啊？这看来这传闻没错，这恨天部确实掉进了鬼穴，这里估计是遗址的一部分。恨天一部的青铜文明果然是鼎盛一时，可是这得用多少龙火矿石才能铸造出这么大的青铜鼎和这么多青铜器？看这个青铜在海上震泡那么多年还没有变形，看来恨天部那个年代的工艺真是了不得。真是你说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么大一恨天部，你说
说掉就掉这儿来了，你说是不是神奇？这，哎，那瀑布的水要涨了。这龟墟里海水起落无常，不能用简单的起落潮来形容。你们看这上边水痕的位置，说明之前这彻底的被淹没过，说不准一会儿又淹上来了，所以这绝非久留之地。那怎么办？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那边墙壁有一个狭窄的细缝，说不准能通到另一个地方。大家抓紧时间休息，等古猜和多灵他们差不多了，咱们一块儿过去看看。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值夜。哎，我陪你吧。不用了。杨参谋长，你还得好好哄。我瞅着这气儿怎么还没过去呢？这啊？给你。说这哥们儿睡在水里边，这翻个身还不呛醒啊？哟，秦王赵武敬，这拿着以后我还没仔细看长什么样呢。哎，咱爸还有陈叔叔有没有说资料里边秦王赵武敬到底什么样？还能照人的骨骼，我来试试。这市面上秦王八镜的资料非常少，至今流传于世的也只有这面秦王赵古镜。哦，不想让我动呢，我就不动，啊！哎呀，幸亏让咱找的它不是八面镜，这一面秦王赵古镜就快把我这命给搭进去了。嘿，哎，这东西是不是文化价值特高？高啊，非常高，比你的命还值钱。你看你还生什么气？咱来就是找镜子的，对吧？现在找着了，你还置气？那你想想，那镜子就在我跟前，我能不去够吗？换你这脾气，你也得够啊，是不是？况且我也有把握。你有把握？你有把握，怎么会逼得我最后去开枪呢？我指的把握呢，就是我对咱俩人的默契有把握。我知道我出手实在不行，你一定会帮我的，啊！可是你知道每一次我的出手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吗？今天阮黑走了，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咱们仨的好运气也都会用完的，下次躺在那儿的或许是你，或许是我，或许是胖子，但如果是你，我该怎么办？撞个满怀顾不上疼就在沉浮。你看你还这么悲观，这镜子不都已经拿着了吗？而且咱也说过这是最后一次，等咱们出去了，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吧？胡八爷，爱冒险是你骨子里的天性，我也不想让你改变。可是好的感情应该是相互成全，而不是各自委屈。这次咱们出去之后，多冷静地想一想吧。彼此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们之间到底合不合适？什么也抓不住。哎，你看你这还认真了。哎，生活是海吗？起起伏伏，那么真实的海浪。我是小舟吗？飘飘荡荡，习惯了无助，什么也抓不住。
拿住手，快！胖子，涨水了，涨水了，快走！哎，走这边，走这条路，快点，快，来，走这儿，快，哎，快走！你走啊，你走啊，你干嘛？这边，来来，我们走，我们走，快走啊，快！有只母鹿啊！出不去吗？谁了？母鹿啊！来，你胖子，行行行行，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我烫！怎么办？北鹿出去死定了！喂，怎么办？水都倒灌进来，怎么办？怎么办？喊什么？怎么办？都得怎么办？里边谁叫死你先死？喊什么？瞎喊什么呀你？不会死定了吧？怎么办了？这有个缝儿，开开了，能出去吗？不会死定了吧？只能试试了。后面洪水来了，咱们就全完了吧？啊，你说的对。啊？什么？没什么，走走走。小心啊！这是个门洞啊，还是个门呐、啊？反正都一样的。看来这本来就有路，只不过因为坍塌都给盖上了。走。在闪烁，是我是你我承受不起，却还寻找的光与热，却还寻找的光与热，怒海深沙点闪。
宿命。仰望着那看不见的还在闪烁，是我是你我生生不息，却还寻找的